原标题，看了康熙雍正批过的密旨奏折，终于知道后宫三千为什么没被翻牌了，和皇帝尬聊是一种什么体验。来看看康熙和雍正批阅过的那些密旨奏折，终于知道为啥他们每天要批阅奏折盗版业的。部分资料源于网友整理以及文献记载，过了一个月都说了让你别送你 PM， 听不懂吗？就这破事还值得上报，我看你是闲的吧。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叫孙文成的人，他在七月份的时候上报说有人在聚众起兵，这可是大事啊。然而朱一贵自远其事，闽浙总督五月初上报六月中旬清军出兵，六月底平息叛乱，现在七月了，你跟我说有人聚众起兵了，你们村里是还没通了吗？这个杭州制造孙文成除了不聪明，还特别喜欢请安。孙文成发的请安奏折实在太多了，皇上都迷糊的忘了怎么回复。还有一个巡抚三番五次发消息刷屏，还一直禀奏要回京给皇上住，受好一颗派对女孩的内心，撒娇也没用，朕就是不准。不得不说皇上真的太有耐心了，内心很崩溃。表面还有一本正经的回复，不过工作归工作，雍正除了很高冷，私底下也很甜，朕有一点点想你，你看朕多体贴，你有没有被朕撩倒？朕可真是个小机灵鬼，快夸朕，朕就是这样，喜不喜欢你看着办。现在看来当皇帝也不容易啊，除了事无巨细的回复消息，还要耐着脾气保持微笑。如果那时候有微信群，我想最后一定会发展成这样。莫那大叔说电影，关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